把通光分碟都准备好，拿出来，快点！我们要检查通光分碟。哥哥，你的章怎么跟我们的不一样？拿出来那个。哥哥，你的红章倒过来了，是不是盖错了呀？ 阿康，你那个反应就是，他说你是不是盖错了？你本能的用眼珠去动了，不要用眼珠动，就头轻轻起来。对你那个就是紧张恐惧的那个稍微再久一点点，因为现在太短了，我不好剪。对，然后你还有一个，你不要是直接就是一紧张完就转身走，一紧张完意识到这个问题，让自己平静，就对，然后不要让，因为你什么都看不见，所以你一定要猜有没有人看出我，那应该没人看出我，然后假装淡淡的，哎，我有事，我可能啊，我想上个厕所，借着这种平静的走，对。 action，把通光分碟都拿出来。啊，嘎，挺好的，好难演呢，太难了。一来第一天拍最后一场戏，嗯，但状态还可以，状态，我们就接着往后演这段你要说的特别有感情，就眼里堆满了眼泪说的，然后说完了，说完了之后。 一步一步的艰难的朝前走就好了。但这里眼泪不能掉啊，就这里眼泪不能掉，就涌起来就好了，但不能掉，掉了就泄劲儿了，掉了你后一分上不去了。阿康，再来。 还是他说你走吧的那个反应太小了，你都可以感受一下他。对，就是你这个反应要有，都不是眼泪的问题，这条是连情绪都没有了。嗯，前面几条情绪都很好，然后只是说眼泪差一点。嗯。来吧，丁程鑫，你可以的。嗯。开始。他的尸体。 在主席陈爷的话，寺庙里。来，帮我安葬他。目前这条最好吧，往下走了。哎，放。你自己还行吗？还是？我不知道该怎么帮你啊，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？骂我一顿。 啊，不行不行，我最害怕这种。妈，你的帮助很小的，就那种东西，不会让你从根本上把这个人物处理好。他就是一个被导演骂哭的演员而已，那个演员，那个眼泪不动人的。真正动人的眼泪是在这个情境下的那种那种眼泪。再试最后一次呗。不行，我们就往后拍了。不行就往后。不行就往后吧。嗯。 但这个放掉太可惜了，放掉太可惜，就最重要的一个，我特别不想放。总决赛啊，我们前面拼了那么多次啊，小弟儿，别垮在最后这一个啊，那么多难的砸钢琴、地震啊，什么都过来了。对啊，不要在这个时候垮了。对啊，就是太大家都那么累，千万别垮在这儿啊。写这个剧本熬了好多个夜呢。 那都没睡，因为我都上火了，我都，别垮在这儿，稳住，我们能赢，稳住。他的尸体在主席教爷的寺庙里，帮我安葬他。 好，宏伟拍这面，翻面翻过来。这条要吗？嗯，上一条打个 OK 吧，这条保留。嗯，哎。我们再试一下，看能不能在这里走出来，然后我这面拍你的特写。就心里已经很重要，一步一步走向前方。坚定的，但内心是很多很多复杂的情绪，好吧？嗯，主要用眼神，靠眼神和泪水来做就好。
就你差不多酝酿好了，你给我们一个手势，我们就开始了啊、哦，就只走这一段就好了。嗯，好吧，嗯，还是不想轻易放掉结尾的这一场，不能放，不能放，还是要拼一下的。第一天就垮，咋整？哎，我好怕这段情感顶不上去哦，就最后的大结局这里。好，来吧，来。好，哥，你这条保留下来。嗯。我第一次离狗这么近，这么听话呀，这个狗。不要不要，乖，乖，乖，完全不看我。你看，哥。哇，他不敢动吗？尝试着。他多久洗的澡了？小弟有洁癖是吗？这可如何是好？这可如何是好？哎，他过来吃鸭。不是，那你跟他玩儿，对，然后我跟他玩，跟他玩，跟狗玩儿。Action！ 我刚吃过早饭，不饿。好，看，好，看，嗯 ，OK 了，嗯，这条 OK。等一下，那个。那翻这一面，然后等一下可能要补一个在蟑螂里面夹蛋的那个特写。好，提醒你一个地方，就是盲人他也不是一直就是这样死死的盯着他该眨眼睛还是眨眼睛，对，他眨的比较机械，闻味道也好或者听声音也好，他都是去感受，对，你抓这个就行，但是不要那么多，不要那么多，嗯，你夹的时候啊，你夹的时候拍不到你的脸的，只拍特写，你就稍微动到那个蟑螂，让它，你可以动这一块，让它，对吧？让它感觉爬开，然后你把那一块的，不是，你夹这一块，这块，对，你把它拨开，然后夹，不用，碰到它，它就会跑，你碰到它，它就会跑，然后你把这块夹起来出镜就好了。然后下面一个镜头就是接你往嘴里塞的那个镜头。来，给我换拍一下。对，就这么夹，对，它就会跑。放心了。哎呀，丁春线。拿走！哎呀，他还在玩蟑螂，你这个没有，不是他要在这儿，然后我碰他，这样吧，好吧？对对对对，没事，你等一下一夹他就动了。哎呀呀呀，你不要甩！往那边，好，就这样就这样，不要再碰他了，不要再，他最活泼，现在他最活泼，你等一下夹那一块就好。他也很活泼。对对对，你等一下就夹他们趴着的东西就好了，要夹蛋，因为你喂进嘴里面的是蛋，不要夹番茄。你先动起来一会儿。你刚才蛋，而且这么对，要夹蛋，对对对。解析，哎，好了好了，哎，就这样就这样，好好好，好动着。好了，回去。车辅轮，哎呀，丁真心。Action！ 好卡，这条操，太恶心了，我靠！哎呀，我去 ，OK OK， 过了过了过了，就这条。吃了，我天！来，有力！好，来，走起来，走起来 ！Action！ 这一个孩童就价值黄金万两。咱们这一辈子也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呀！是啊，这几个孩子究竟犯了什么罪啊？真是难以想象。嗯，特别好，好 OK 的，来这条 OK 了，特别好，还可以，真的可以，往下走吧。好嘞 ，OK， 过了，来。两个人再疲倦一点，那个身体的状态再不好一点。好，卡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啊，够了。我的妈呀，这太难做了。我等一下在碗里面吐口口水。你是人吗，何长鑫？我不是啊。哇，我等一下我都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喝了。关键他蒙着眼睛，他也不知道。对你好恶心啊！他现在心里有阴影。我醉了。我能把这个叶子上吐上口水吗？可以。我都不知道我等一下该不该嚼了。我吃树根吧，好吧。下边。你干嘛？我吐口水啊。你吐我就吐。我咋知道太破音了？
丁晨曦，你不要演了，你刚刚睡了两个钟头，好吗？对呀、啊，你在演什么？你演天天你没睡觉，你我们在认真拍戏。对呀、啊，睡了两个钟头。你天天在演什么？拍了两个钟头。没有，我问了，只睡了五十分钟。没有，五十分钟不止。我还确认了一下有没有哈喇子。你确认没有？刚才我怎么累？你拍戏都在睡？不行吗？导演让我睡的。导演让你睡了吗？你去质疑导演的剧本啊！你去质疑。导演让你接戏。我接了呀，你接了，你动作不对，那你的眼睫毛的风向都不对，好吧？那你风向也不对，我对呀、啊，我就一直躺在树上的呀。呀，你躺在树上，呀，哎呀呀呀呀呀，哎呀，懒得跟你说，怎么会这么幼稚啊？我感觉你们的状态要拍到三点。我也觉得，主要是有何伟在。何伟，何伟、啊，我是凤润。何伟是何场戏啊？何场戏叫何伟啊？对啊。我是凤润，真伟大呀！我是凤润。我以前也很多名字，我以前叫丁成星，我不太想知道，谢谢。我真的，我以前是丁成，成功的成，星是星星的星。好的，谢谢分享。天上的星星。对，天上的星星，丁成星，还有一个丁成信，成信。来，准备，来双击 rolling。备 ，Action！ 把叶子嚼碎，敷在伤口上。好，卡，OK 了 ，OK， 可以翻译小丁。